对，就先不看，然后再看着，然后有时候比较那种喜怒哀乐，或者幻想那边站了一个人啊什么那种，有一点情绪在眼睛里面。好。他录了没？没有，要告诉他要表达出一个态度，要不然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对对对对，那有具体一点的态度吗？有比较自己，有比较一彤老师比较喜欢的、想拍的或者擅长的吗？都行，就是需要。那你们比较想要的？就是你可以有几个方向吗？你会选的？就是可能比如说对面站着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或者是说想表现出自己很那种酷的一种的感觉，很酷的或者很温和的，对，或者是那种很甜美的。你现在想要哪一种？甜的有都可以，看你想。没有特别甜的，没有特别甜的。大家都是那种酷的，是吧？酷的还挺多的，对吧？酷的，酷的，应该大家都是酷的，酷的都挺多的。酷的，酷的，那我们填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。糖分超标那种。对。对。来。前面没有填的。哇，大家都是乐了吗？对啊，特别酷的，开心的一件事都是乐的，全都是很酷的，或者就是流眼泪的，对对对。真正的那有没有搞搞怪的没有？搞怪也没有，不要搞怪的。或者就推脱出点反差那种，我先搞一个乐的吧。好，对，氧气一样的那种。好，你说我开始了，你随时开始都行。第一帧要像幅画一样。对，第一帧要超美的。好，开始了。哎，好快。哇，好快。好好甜。哇。就可以了吗？对，多给，多来，多来。是升格吗？还是？哦，后期可以升格。对，最后要需要升格吗？你们还是？应该会升，应该会慢慢一点。你刚才是什么卖相？应该会蛮好看的。对，很好看。对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现在是什么？多几个表情。对，多几个。你的手卡在那里，我觉得可以换一下。就是你的脸是动的，但是手有点，就是一直盯在那。哦，盯在那。那我是这样背着好呢，还是背着面好？前面更显。背过来。那我就放前面了。嗯。我就这样了。可以。好，我说我开机了。洗完之后还要其他情绪吗？最好是一个情绪。最好是同一种。那就刚刚那样就好了。对，就是很甜，但可能可以稍微就是，好，来吧。不用特别正，可以稍微斜一点点过去都可以。好，开始了。开始了。嗯，好。好。第一个，第二个。哦，我小时候去拍那个。拍第一个吗？那就要第一个了。想拍左脸还是右脸？坐起来，坐起来。对，坐起来。要不要再来别的情绪呢？最好是同一种，因为它要剪在一起的话，如果是剪成这个样子，可以看。如果有太多的，就因为刚才只拍了前的嘛。对，它就是这种，就是基本上可以回。如果是剪成一条都，对，我们都是按的。那我们可以拍两条吗？可以啊。可以拍。行，那第一条就是看后面还有别的。对，你说完它。对，潘老师是后两条剪是吗？这个很重要。这就是好演员对于表演精益求精的态度。是第二个是吗？我也想。这是第二个，要看第一个。看第一个。我觉得第一个好。看是第一个。看到没？是第一个。有点白。对。看第一个中间有点。嗯，挺偏的。对。嗯。笑过。第一个吧。OK。第一个。那我们先拍点特写，之后我们再补一个。好呀。我们还想，他们还想，老师还想拍第二种情绪。对，我们之后再补。我觉得这样。
第一个第一块不用，后边那个我的头可以看到了。他们要走进去，然后我就是蛮光还好。嗯，对，好那个。没事，我怕把后开始。哎，我这个完了吗？你也是多给我点情绪，最后你的眼神只要是回到镜头上的就好，像刚才那样也可以，最后回来是笑啊这种的。嗯，都是大家可能今天心情比较想要转。哎，我刚才看到一个笑的，我就准备那个再来一个。嗯，还有什么想要撒娇情绪吗？好，开始。我开始了，你随时可以。有谈过恋爱已经有过了，有再见。哎，好看，不是你。哎，好看，好看。这可以，好，你再来一遍，还是刚才这种感觉就好。好，来，好，有墨的有，有你啊，也有。好，开始。酷的就是很有墨。就是没有搞笑，但是有搞笑，甜味比较少，香味比较。哎，好看。或者。OK， 好，不是你在这个状态也可以随便走一走，我抓你一点，抓你一点状态。我们姚导开始讲戏了啊，喜怒哀乐都让我搞一点。你可以得随便走一走啊，晃一晃，我就抓你一点状态。好，开始。哎，好看的呢。我觉得是先这个，然后倒过来。这个好看，嗯，哦，也可以啊，就先从背面侧过来，就是你开始在等级，先把那个背面补一下，好看，好 ，OK OK OK， 好了，还得补一个，我们要补一个，就是背，对，就你先背对，先背对，我要吃饭了，你假装一转过来，哎，这个男孩我喜欢，他怎么坐这儿呢？高兴啊，反正你还有点开心。就你先背过去的，然后你慢慢转过来。哇，你们现在又现在刁钻了，老师呀你。那我站在哪？谁的内心合适？我想想，老师要什么？辉哥就在你面前。现在这是第一个的情绪是吗？不是，就比较娇羞。加一点害羞，然后那个笑容和那个再开心一点。就是再开心一点。你就像等着一个初恋的少女等自己喜欢的人来，先背过去等，然后一回头发现，哎，他来了，然后就特别开心，然后就是那种。我们这些戏精。好嘞。好像在艺考，疫情编剧。哎哎，好看，哎呦，非常好看。非常特别好看。对喽。好，我开始了。可以吗？还满意吗？你们？够了够了 ，OK OK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这次是不是呢？我们刚才有。有了。叫你们谢谢。谢谢。辛苦了。来，你们太专业了，你们。没有结束。哦，还有啊。再来，简单说两句。说什么？可以自己拿着吗？哎呦，刚才是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？刚刚是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以及现场的老师们给我出了一个难题，就是嫌我的情绪太单一了，所以要有一个就是又惊喜然后又娇羞又紧张又羞涩的状态。哇，好多个层次，就是看到对面的人一直在等喜欢的人的一个状态吧。选择什么？很难选择吗？选择恐惧。选择恐惧症是吗？会有一些。选不出来。我处女座觉得好像都会有一点吧。那你今年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是什么？今年最满意的作品，哇，我每一部都是我的，都觉得自己很用心的去演绎，很用心在诠释，所以每一部播出来我都很为自己和大家值得高兴。那今年就是疫情刚刚过，影院刚刚开放没多久就放了你的电影作品《我在世界尽头等你》，现在已经破了5亿，也算是一匹黑马了。对，就很开心。对于这个消息感到开心吗？很开心。我们前两天就是导演和老板
我们组织的一个庆功宴，小小的，就大家都为这个成绩感到高兴。对，其实这部电影有很多个结尾，你自己最喜欢哪个？我自己最喜欢就是我自己变老的，其实网上都有放出来，我自己变老，然后最终看到曾经那个爱着的男孩被自己用时间换回来之后，他很欣慰的淡淡的一笑，留下一颗眼泪。对，那选这个最喜欢结尾时候有恐惧，有选择恐惧吗？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跟姚导说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结局。那个结局其实是后来我们回去补拍的。嗯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